好，首先咧，我要多謝翻地產代理監管局舉辦咗呢個區區有你活動。咁喺等我哋做生意之餘咧，亦都可以做翻啲社會服務，可以等啲資源咧有效咁運用啦，亦都可以提升翻個環保意識，亦都可以促進翻鄰里之間嘅互動。咁嚟緊我哋都會繼續服務社區，係啦。咁多謝各位。